过年期间，真侪民众都会领大量现金，因此金融机构嘛真容易成为歹徒作案的目标。今仔日早起，鹿港警分局伫鹿港镇农会办理红枪演练，透过演练来强化金融机构员工甲环境的紧急应变能力。小姐，我爱叮当，哭来啊！哭来！来，吉太出来！吉太出来啊！你啊，进来！进来啊！进来！进来啊！我开枪啊！进来啊！由警察同仁中班的怪盗基德夜潜入去农会，将枪击的情景全部真实地演出来。官民，幺洞幺呼叫。回答幺洞幺。刚刚鹿港镇农会发生一件抢案，歹徒一名男性持凶器进入刑场后，往那个天后路方向逃逸。他身着白色披风、白色长裤，车号097DNW。鹿港分局为了应应春节期间金融机构大量现金的流动，容易成为歹徒的目标。为了提升民警临场反应和防守拿捷围捕的机动性，特别在鹿港镇农会办理金融机构防守和拿捷围捕演练，来强化金融机构员工紧急应变能力，和提升民警在接受报案的时阵，会当以上紧的速度来反应，并且将嫌犯抓起来。我们今年鹿港分局为了春节期间加强这个金融机构安全维护，特别在今天举办金融机构拦截围捕的一个勤务，那希望借这个拦截围捕的演练让我们的鹿港分局的我们的相关的金融机构都能提高警觉，那我们特别选在我们鹿港农会这边来扮演这次的演练，那希望除了提升行员的紧急应变能力之外，那也提升我们员警在接受这个报案之后，我们迅速到场，逮捕嫌犯的一个机动的一个能力，那我们今年是借着我们一个怪盗基德的一个方式，来吸引我们民众的一个注意。那我们希望民众在我们春节期间，在提领大量金额的时候，都可以就近向我们派出所申请这个护照的一个请入。那最后，希望我们各位民众都能在春节期间过个平安快乐的好年。农会总干事表示，防枪演练对当地有真大的帮助。透过模拟的情景，让当地甲民众开始遇到状况的时阵，会让知影安怎冷静来面对。很高兴我们在春节期间可以配我们鹿港分局这边来演练这个防枪演练，主要也是想要让民众在这个春节期间能够在一个资金的一个往来能够有安全而且要有防强的意识，所以透过这一次的一个配合演练，希望提升我们民众对自身的安全以及资金往来的要求，希望说能够让社会大众能够认同我们这个防强意识一定要有。当然我们配合这个我们鹿港分局的防强演练，也可以提升我们自身韩元对民众来提供这个资金需求的一个期间，能够给他们提升这个意识，也加强我们行员的一个自主意识的一个训练，提高防抢意识，给民众一个安全一个资金的运用环境。今年春节鹿港分局除了办理这届金融机构防抢跟拿捷围捕演练以外，也将加强巡逻、守望、埋伏等等勤务，来确保辖区内底治安。同时嘛，呼吁民众伫咧春节期间，假使提领大笔现金的人，会当卡预控或者是就近向警察机关申请核查服务。新竹华新闻蔡良先落讲，彩虹报道。